早出发前往上海四行仓库。搭地铁来到二号线的曲阜路站。从三号出口出来，旁边就是有个爱情摩天轮的大悦城。从静园路走一小段，就来到了上海四行仓库。看到很多家长在假日带着小朋友来参观。阿平，我从小就是个历史迷，特别是中国历史和近代史。每次来到大陆，都会去参观各种有关历史的博物馆和纪念馆。静园纪念广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对着这面抗日之墙驻足缅怀。80年后的苏州河沿岸，如今绿化的美轮美奂。四行仓库入口处这边立了一个纪念碑。进入仓库建筑内，可以看到已经重新整修，焕然一新。抗日纪念馆一进来，可以感受到相当的艺术大气，庄严肃穆。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的讲话，肯定了国军800壮士的英雄事迹。现在的台湾在这20多年来，早就不再纪念和抗战有关的节日和英雄事迹，也没有再拍过任何抗日的影视剧和电影。当然也没有设立任何抗日纪念馆，来呈现丰富的史料，让民众参观和了解。反而是在各方面尽量的抹去这方面的历史和资讯，甚至还反过来美化日本当年对台湾的侵略和殖民，对照近年来中国大陆政府展现的气度与胸襟。除了肯定当年国军众多抗日英雄的事迹外，也成立相关的纪念馆来纪念这些国军英雄，拍了许多国军抗日正面战场的影视剧和电影，并不会因为是国民党或国军而排除与抹灭掉这些历史，反而是更加重视这些历史与民族英雄。两岸在这方面对比下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现在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早就丢了自家的历史，遗忘了中华民国和国军过去的英雄和事迹，当忘了历史后，自然也就忘了自己是谁了。从一个历史迷的旁观者角度看台湾这20多年来种种奇怪的去中变化，真的令人相当感慨。
一路看下来，可以发现展出了非常多难得一见的历史资料。除了平面的历史资料展示外，纪念馆也有设置一些立体雕塑和生动的战场情景重现，让参观者仿佛亲临当年的四行仓库。加上许多科技多媒体的应用展示，都可以感受到纪念馆精良设计与用心之处。我在小时候有看过台湾中影公司拍摄1975年上映由柯俊雄和林青霞演出的八百壮士电影，所以对这段历史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早在1938年，也就是四行仓库战役后的隔年，当时就有大陆的电影人拍了八百壮士电影。阿平常常在这类场馆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观了解中国的历史，感受到现在大陆的家长们对下一代的教育理念非常好，历史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忘却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会导致人类历史悲剧不断重蹈覆辙。馆内重现最有名的英雄敢死队员陈树生壮烈牺牲一景，当时日本突击队要在四行仓库楼底实施爆破的关键时刻，陈树生在自己身上绑满手榴弹，拉出引线，直接从窗口跳下，与楼底的日军同归于尽。看到如此悲壮的一幕，仓库内的守军和在苏州河对岸观战的上海市民无不悲痛落泪。就在他牺牲之前，已经用鲜血在白汗山上给远在家乡的母亲留下了遗书，舍身取义，而所愿也。报仇者，干掉你！不投降！我来啦！凭我在参观的
这里重现谢晋元团长的精神训话场景。从现在起，我们这423个人就是一个人，大家能撑就撑，不能撑，一颗手榴弹，天堂地府，后会有期。当时最有名的事件之一就是童子军杨惠敏冒死渡河送国旗到四行仓库给守军鼓舞士气。报告团长，杨惠敏来了。团长好。团长，国旗。国旗。谢谢你。大家注意，这是给我们送国旗来的女童军杨惠敏。谢谢杨惠敏。纪念馆也有互动多媒体设施可以体验，借由这些制作精良的多媒体展示，可以更加了解当年历史的详细面貌，真的很不错。除了那四天四夜壮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外，纪念馆也详细展出记录了撤出四行仓库后谢晋元和他的士兵们往后的命运。这段历史往事是以非常惨痛的悲剧收场，令人相当感伤，但也更让后人记住他们在当年的英勇事迹。毛主席亲自肯定800壮士和谢晋元团长。
最后的展区展出了后来很多关于对日抗战、淞沪会战与八百壮士的相关著作、书籍等。也发现到台湾中影拍的电影《八百壮士》DVD 也在其中。这边有面英雄墙，四百多位四行仓库英雄的名字永留在此。出口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和平鸽图腾与雕像。谢军元团长好马要说这个一首诗，哎，这就真很正的。琼华无碍，弹尽援绝，人亡城已破。大半个中国已落敌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参观完让人心情沉重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后，来去旁边的大悦城逛逛吧。大悦城分成南座和北座两栋，而北座有个上海市区内唯一的摩天轮，被誉为魔都爱情地标的天空指环 Skyline， 位于八楼九楼的轻艺术街区，模仿166，这边有40余间风格迥异的特色店铺。霓虹街这边主要是餐厅，以大量的招牌与霓虹灯营造出一种像是日本香港风格的特殊风格街景，有点像攻壳机动队电影场景那种前卫风格，并且利用错层的形式来设计，可以让人在许多不同的夹层中穿梭。
手作人街这边有很多种类的创意手作店，像是水彩、油画、木作、银饰、皮革、包包、手工饼干、DIY 制作等等，都有提供工具、材料与教学，让购物中心不只有购物与吃东西，也可以让消费者有亲自动手做出产品的乐趣。上来九楼的未央街，这边有很多高档餐厅与酒吧。手扶梯出口很像一个大喇叭造型。搭手扶梯来到七楼，看到了日本拉面竞技馆，聚集了日本七家冠军拉面大比拼。
走进去，首先看到日本风情的商店街，有卖许多日本小物。走过日本街后，就是七家日本冠军拉面。上海大悦城确实很推荐，值得来逛一逛哦。